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农历年了，不少的饭店业者抢推年菜料理。由于今年经济不景气的关系，让价格比往年都还要来得便宜。维多利亚酒店卖了9年，这要价近万元的佛跳墙啊，今年更改了使用的食材，让价格比往年便宜了60%。至于君品酒店呢，推出了买年菜就送端午中秋礼盒的兑换券，这也是成立5年来最优惠的价格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，就是怕高价年菜让消费者买不下手。饭店刚小时放了满满的苹果、花椒跟鲍鱼等高级食材，五星级饭店维多利亚过去一周贵桑桑9000多元的佛跳墙，推出9年来今年第一次直接改菜色。将里头高档食材排斥花椒换成鲍鱼干贝后，价格直接对半砍再砍。就是因为今年真的不景气，不止顶级佛跳墙不卖了，改中价位。另外像君品推出的年菜套餐，今年也直接再送端午中秋礼盒兑换券，和去年相比便宜40%。我们东方人比较重视年节三礼，那个所谓一年三节好礼。另外像是韩式爱美的炖鸡粥也在数字上做文章，从6人份改为4人份，价格顺势调到5000元以下。价格还是会考量，因为现在物价普遍都蛮贵的，那如果再到饭店买的话，可能价格蛮惊人的。不是那么贵啦，我觉得那个气氛比较重要。经济不景气，买气紧缩，饭店高档年菜买气到目前还没打热。国内饭店年菜外带市场1.5亿元商机，今年预估恐怕缩减20%。部分业者甚至不推套餐，改推易入手的单品年菜或者降价送礼盒，希望用低价折扣抢救低迷买气。